七月五日，两艘载有127名中国大陆游客的船祸突遇特大暴风雨，发生倾覆。据最新通报，中国大陆游客共有78人获救，16人遇难，33人仍失联，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之中。七月七日，一位事发后落水，在海面漂浮一夜中获救的中国大陆游客谭新岩回忆，原本自己被困在船舱内，已放弃挣扎，后幸运地被海水从舱内卷出，当晚一直努力游向岸边，但当时风很大，始终不能上岸，实在没力气就喝口海水，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。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，看到有船过过来 ，LQ 当时海水已经没过头顶 ，RDQUO 新京报，事发当时你都看到了石抹。谭新岩，当时风刮得特别厉害，船一直在往左边倾斜，我和同伴在船舱里可以看到水位都漫到玻璃上了，这也是当时我们为石抹选择不出船舱，出去的话特别不方便。直到外面很大声的呼喊我们的时候，正准备出去，那个玻璃就碎了。我们士兵，你是怎么从船舱里逃出来的？谭新岩，船往左倾，我在另一侧，水进来之后，我尝试用头去撞另一侧玻璃，但是没成功，感觉自己快死了，就不挣扎了。当时海水已经没过头顶了，幸运的是，我后来从被拍碎的破窗户里被海水卷出来了。我们士兵，海面上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？谭新岩，因为呛了一段时间的水，当时我在很用力的呼吸，一开始能看到很多人，有在我附近的，也有在远处的，感觉周围有东西，就立刻抓住。记得当时我有抓住两个人，两个男的，一个三四十岁，一个五六十岁，能听到他们一直在那里喘气，然后过了一会就没声了。再到后面我也不知道自己飘到哪里去了，就可能看到人家的包之类的是从我面前飘过去。我们士兵，原本和你在一起的同伴呢？谭新岩，昨天六日晚上获救之后，潜水教练告诉我他遇难了。其实当时我不是很担心他，因为他没有像我那样放弃挣扎，出事的时候教练在下面组织救人，我还以为他已经跟教练一起想住，他怎么还不来救我，也是后来才知道他没有从哪个窗口逃出去，可我感觉把这辈子的泳都游完了。 RDQUO 我们士兵，在海面漂浮住能辨别出方向吗？谭新岩，后来我就飘到了一片不知名的海域，能看到小岛，想自己游上岸，但是当时风很